你之前不是不喜欢小胖吗？怎么现在说起来如数家珍的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都喜欢。那既然你喜欢的话，我们再养一只好不好？嗯。小时候，我妈给我找过一个算命师傅，他说我命里有两个孩子，现在还缺一个名额。那不行，那要是再养一个的话，以后咱们孩子怎么办？我要是嫁给你的话，该不会被要求传承香火，一直生一直生，生个三五个那种吧？我告诉你，不管男孩女孩，我最多生两个。是你开玩笑的，你不想生也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当然，真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不是光生一个小胖，跟你一样古灵精怪的。不行，万一生出来了之后跟我争宠的话，我可是会不开心的。那肯定不会。女明星，你的300万福利选好了没有啊？放哪套照片啊？怎么了？活得太快不适应了？哪有啊，不过确实有点太快了。我怎么想应该也得电影上映之后吧，就是现在感觉出门都不自由了，有一种360度无死角被监视感觉。那说明你哥那边艺人宣传做得很到位啊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也没有啦，其实我跟和我经纪人已经给我打过预防针了，而且谁不希望自己红呢？嗯，我就是有一点儿紧张，我担心电影上映之后大家对我失望吧。那你是对我没信心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。开玩笑的。导演。嗯。你这次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呀？就算是赔礼吧。又赔礼？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我这次赔的礼是开机前让你减肥的礼。我开机前瘦了那么多斤，怎么也得吃回来才算数吧？大概吃个70-80顿吧。可以啊。导演。去看牙医了吗？我看了。那医生没说你有蛀牙吧？没有。如果以后你想贿赂我的话，还是可以继续送糖的。好呀，既然买糖果就能贿赂导演的话，那我太划算了吧。喜欢这样的你是一见钟情，也是突然心跳的原因。担心过的谜语，每个细节关于你，是我永恒的唯一。愿意为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导演，那颗
裁的比较好看。好呀。在温柔的眼底走过多远的距离，只想做个梦给你。拍的就是不一样。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、啊。我经纪人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时的粉丝答谢直播。哦。走吧。丁丁。嗯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有个东西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嗯，不用打开，回家再看吧。好，走吧。嗯。哦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姐，你说你这日程从早排到晚，一天换七八套衣服，连健身和美容都变成了工作要求，你这也太辛苦了吧？你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，那我就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不是鹿岛之前那部电影里男主角送女主角的定金信物吗？原版珍藏在了当地的电影博物馆，拿不出来，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找当时师傅务必给你做的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我满意啊。嗯，那个东西我看了，工艺精湛啊，做旧效果也不错。哎，你这到底……哎，老婆，那个选题的事你想的怎么样？明白了，不乱打听导演的私生活。300万福利来啦！不是嘛，我没想着瞒着你们。知道自己女儿谈恋爱居然是通过剧组的一张合影，真是女大不中留。
流啊。哎呀，不是妈，我就是没来得及跟你们解释，你别误会啊。随便你吧，我们也管不了你了，反正你要嫁到别人家给人家当儿媳妇去了。妈，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是妈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我挂了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情之后，现在都快炸开锅了。我得提前回家过年了。爸，叔叔。叔叔好像戴着耳机听歌呢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整理好了。怎么样？好的。行，去吧。哎，上。爸。谁呀？叔叔好。还想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唐玉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长得像我老公。以前总觉得唐玉像天上的月亮，我得仰头看，现在他终于属于我。